你在想我啦？那你卡袂知啊？要倒要倒？妈妈这样，我头壳摇摇感觉就晕。头壳晕？那……哎，今天，今天你去哪做？今天，今天啊？今天。啊，是安怎？今天，我忘记。别讲那些了，紧叫救护车，好。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我出去。小姐，电话叫警察救护车，我儿子要出来昏去啊！小姐，被呼起作用啊！我是最近的先生，怎么已经要转换状？朱小姐的检查已经结束啊，人伊内底休困啊，恁今仔会当去看伊啊？吴文杰啊，那你这样拄好啊，代表发生真重大代志，就拄到你啊。你免甲口说啦，我知影吼，昨昏开会你真无欢喜，也毋过嘛袂当因为安尼就针对我啊。其实我昨昏有去恁家找你呢，想要好好向你解释，啊，就拄我无伫诶。我针对你，所以这啊。你的意思是我是那种走长脚踏路的人？哎，不是啦。歹势啦，姐啊，我又想怎样爸啦，又想较济啦。讲啊，歹听就是搞猜疑，所以特别对着你，我才特别敏感。你莫讲心上。小王姐啊，你哪出现在这？我就去妇幼用品店啊。啊！摕牙签、摕物件，啊，都拄到你妈妈甲晴天，我都看到晴天昏去呢。啊，你妈妈哦，着急个，连救护车都袂记得叫，哦，我袂放心，才过来。原来是安尼啊，姐啊，多谢你热心呢。啊，不过即摆事要做遐尼大，应该真无闲才对啊。既然大家拢到位啊，煞来就免麻烦你啊。我唔是怪人。我甲武当吼，真紧就来做亲家呢。啊，晴天嘛算是我的孙媳妇，无看到伊平安无代志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，朱小姐的状况哦，唔是真乐观啦。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状况？啊，晴天才当五星娘，那有啥物病啊？医生，我是得啥物病啊？你直接讲无要紧。胶质母细胞瘤，还瘤得甲挂掉就好啊，敢不是？医生啊，无遐尼简单啦、啊，这是种最常见、最具侵袭性的脑癌。你快进走啊！小雨，小雨，医生，今天有脑癌，伊讲今天有脑癌，妈是听唔着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真害怕，两三点钟之前来讲，哪有可能讲安尼，一万年话着癌就着癌。我听唔到去啊！妈，你慢下，你好不好？医生，我捌采访过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，啊，这种病一开始都无啥物症状，啊，是到患者意识不清，啊，才会发现。啊，不过伊的时阵，他就严重啊。所以，我即马是即个状况吗？是啦，这种病哦，往往扩散了真紧，若无积极治疗啊，这生存期差不多是三个月。医生，所以你的建议是？我的建议啊，上好是手术搭配化疗，才会提高即个存活率。化疗，啊！不过我即摆有
有心的，哪会当化疗？化疗不是伤害到宝宝？一定有影响，但是啊，你若无接受治疗啊，对你的性命也危险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做出选择。阿昌，我知影我有心的，我袂当让宝宝有代志，你莫想要伤害我甲宝宝。今天我就怪今天，好佳哉，莫找真歹，无讲出来。那边啊，真清楚代志的轻重啊，尤其这本乌册的严重性，伊真了解。这么邪门的物件，为了片面去伤害着无辜的人，伊不可能主动去讲互另外人知影。就讲亚姐，你嘛唔通认为讲啊，阮所有人拢在针对恁爸爸。管怎讲，即马所有线索拢寄向伊啊。唔，那恁哥哥家风，伊设计陷害小雨，有可能是恁爸爸伊使用，甚至即马晴天伊的病嘛，甲伊有关系。所以阮无法度，阮一定爱对伊有防备啊。其实恁无所顾虑我，我心内嘛是安尼感觉。最近小连锁发生这么奇怪的代志，应该是江道新三条魂已经转去阮爸身躯顶啊。啊，那无？江道成这老妖怪，到今麦阁昏迷不醒，哪有可能变鬼变怪？所以应该是利用阮爸在行凶作乱。我就是这意思啦。自从乌车重新出现了后，阮囝仔就开始做些奇奇怪怪的动作，而且这个时阵，晴天阁得着脑瘤，也毋过是所谓手咯，看起来拢做成是江道成的。因为江道成较早嘛捌对阮隐隐下过病符，而且伊安尼做的目的，就是为着想讲要逼丽萍阿姨把乌册交出来，安尼伊才有机会会当抢到乌册。那我迄本乌册对江道成来讲，到底有什么作用啊？江道成的身体已经残废啊，而且伊嘛已经复生来我们家身上，伊是安怎要用这样子的心思，冒着伊真正身份和化缘的风险？去抢一本乌册，除非啊，伊附身在黄金身上是有限制。信杰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江道成啊，利用转生术转生在江中人的身上，几十年啊。这几十年来，除了王斌以外，伊身躯边的人拢无人发现到。因为江道成伊真清楚，只有转生术才是无破绽的。只要伊好好搬好江中人的身份，都无人会发现伊是江道成。啊，不过若是附身伫黄金身上，都无同款啊。所以是不得已去利用黄家身体替家己争取一条活路。无唔对。要让伊的魂魄继续留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方法就只有转生术。啊，若是一本乌册，应该是要让伊的魂魄归位，上个重要的第一要件。甚至我伫怀疑啊，附身伫黄金身上迄个限制，就是时间。所以，伊才会这么着急，要伫个限制的时间内，赶紧去抢到一本乌册。人若着急，我就无敌啦。不怪，伊骨骼会受伤。听信就安尼讲，是毋是表示讲阮爸有机会恢复正常？然后这部分啊，我嘛无法度对你下一个定论啊。啊，不过我认为你应该对恁爸爸身上去套出一挂线索啦。对黄金来讲啊，这世人你是上该要紧的人，啊，佮有护庇啊。行啊，这亲人。啊，若讲伊身上还佫有偌济，是恁爸爸的意识，
这可能就要你家己去找答案。好，我了解，我会找机会试探阮爸，看到时阵的结果安怎，再来先讲。不管安怎，伫个具体情形也未完全确定，黄文金是毋是完全魔化，还是讲还佫有机会恢复意识正常？你家己拢爱较细腻。我知影。你若想要哭，就大声哭出来，莫安尼紧嘞。阿妈看你扛到遮尔辛苦，真正真不甘，心肝真正足痛，你知影无？哈？哎呦，阿妈，我哪有哭？你看我即马是在笑呢。嗯妈是我宝贝，阿妈希望你能了解，对我来讲，无什么比我宝贝查孙还佫较重要。你佮伊年那个少年，只要你来当活的。明天以后无囡仔，阿妈，你的意思嘛是要我去做化疗，迄种宝宝，我哪会当安尼做？我是妈妈的，啊，迄种不管你手有偌歹看，你拢无放弃过阮爸，嘛无放弃过救我。你今晚哪会当叫我放弃爸爸？因为阿妈无希望失去你，我不愿意失去我的宝贝早孙，我希望你会活的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不过我无想要，我痛苦几啊个月了，我啥物都无留，伊另外人就走啊。今晚有这个囡仔。就算我无伫咧啊，我把你当爱心离开啊！我唔准你安尼讲，阿妈唔准你离开我，你有听到无？阿妈唔准你离开我，你有听到无？阿妈唔准你离开我。阿姐，阿妈。亲像一首歌，牵起你甲我做伙行。你若是有咧听，我甲你惜命命，月娘啊，我头后不通将阮放。唱着你最爱一首歌。你的人是我，我去了安怎？妈咪，你要回答我呢？我替咱宝宝唱的歌，你感觉安怎？所以你同意我甲宝宝生落来啊？只要是你想要做的，我拢同意。